接上期，在广大粉丝朋友们的讨论下，有说各有各不同，但都表达了网友对阿曲墨的关心。阿强表示很高兴，觉得非常值，一定会帮粉丝们实现帮助阿曲墨的愿望。真是千金散尽为红颜，人生难得一知己，在人生道路上碰到一个情投意合之人，实属难得。真心希望阿强和阿曲墨能有好的结局，这暂且不论，先看事态发展，且看。四百七了，马上四百七了，家人们，我的天哪，真的，你们给力，我必须给你们完成这个心愿了，我真的，真的，明天我挤一挤时间吧，抽一下。阿群吧，很多家人说明天还要来看你，让我这么多网友，这么多网友都说明天要过来看你，想看你，然后我要完成网友们的心愿，他又给我出了个难题，什么呀？什么？明天就知道了嘛，明天我要再抽个时间过来看你吧。但是说好的，明天不要煮香肠这么丰盛的给我吃了啊，待会儿免得人家又说他们都给我说是又是过来蹭饭的，我那就不好了。没有。明天我就想吃这个蔬菜，真的。好吧，好。我的妈呀，已经550万了，不可能给我点到600万吧？六六大顺吧，这个数字吉利。阿群们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真的，很多网友都喜欢你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很多网友都喜欢你，真的，他们太给力了，真的，我的妈呀，太齐心了，真的。我的妈呀，已经马上590万了，太牛了，太厉害了，家人们，真的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说。几种包？哪几种包？随便你们说，你们选吧。我把它记下来。先尝试完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，我直播间的网友们真的太牛了，太团结了。真的，腰包。双肩包，普通的包，我记住一个双肩包了，还有什么？一个双肩包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双肩包，还有骨瓷，还有个骨瓷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一个双肩包，还有个什么？普通的包，普通的包，这是什么牌啊？什么牌子啊？买一个双肩包，还跟说密码箱的，还有什么密码箱？这两个我记住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拉杆箱、挎包，还有什么？拉杆箱、挎包还有什么？家人们，你们说的我都记下。啥？锅碗瓢盆都来了，家人们，你们真的，我记下了啊。还有什么？还买张桌子啊？家人们，你们今天说的啊，我都记下了。你们喜欢阿群墨的啊，今天说的我都记下了。你们没有关注阿群墨的，点个关注啊。我完成你们的承诺，完成你们的这个就是愿望。谢谢。你们喜欢阿曲墨的都给阿曲墨点个关注吧，真的，现在战战是65。
来点到七，点到七七，好，太团结了，太团结了。还有手机壳，手机壳都来了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手机壳都来了。好，答应你们，真的答应你们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点个给阿群墨点个关注吧，我现在要吃饭了，我现在要吃饭了。家人们，你们喜欢阿群墨的点个关注啊，吃完饭我就要到镇上去了，我要回镇上了。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你们还没有关注，关注的点个关注啊！喜欢阿群墨的点个关注啊！你俩吃完饭我就要下去了，我都要下山了。关注你了，关注你了，我很喜欢阿群墨，我关注你了，关注了。那就差不多了啊，我还要吃饭。吃完饭摊儿，我帮阿群墨扫一下地。那就差不多了啊，家人们，没关注阿群墨的关注一下阿群墨啊，喜欢阿群墨的给阿群墨点点关注啊。没关注的给喜欢阿群墨的点一下关注啊。哦，好，这么大的，这么大的。啊，你这里跟拿着吃吗？我切小一点嘛，我这里还有，我吃这个粑粑就行了。拿着吃嘛。啊？你拿着吃嘛。那个太大了吧？我。是啊，拿着吃嘛，拿着吃嘛，怎么你不喜欢吃吗？我喜欢吃，我很喜欢吃啊，我很喜欢吃。家人们，那就差不多了啊，我先吃饭了，我吃完饭我就先。阿强的行动得到广大好友的支持，粉丝希望阿强能更多的帮助到阿曲墨。阿强会买什么包包给阿曲墨，还会买什么其他的，后续会持续更新，请广大粉丝视频下评论讨论互动，后期更新请关注。这期视频先到这里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阖家幸福安康，下期再会。